有写今年一年大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呼儿，现在我在川崎县，今天来到了小江户之称的川越。今天天气超好，然后太阳超大了，我拿的这个 GoPro 它已经发烫了，热热的，然后就刘海里面都是汗水，但总比下雨好。我觉得川越这里蛮特别的，它一样有两边的那个建筑物，然后它中间还隔了一条马路，所以会有那个汽车、公车经过。然后这边的店家，欧米亚给或是一些小吃店很多，满满的都是。然后那一些小东西都好可爱哦，我觉得女生来这里应该会很开心。这个网站上面看到很好吃，刚刚咬了一口，里面有红豆跟地瓜吧，而且它整个是热热烫烫的，很好吃哦。这里的特色就是地瓜跟那个酒，他们这边到处很多都是卖那种跟地瓜相关的食物。连这个团子里面都包着地瓜。
现在这边路上有很多人穿和服，看我后面这个，他穿和服。然后我现在眼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时钟给你们看。我刚才看到很多日本学生都会把手放在这里面，这个他们应该是消暑，然后我就想到我现在 GoPro 这个台机器真的超烫的，我想要把它丢到水里面看看。凉哦，真的瞬间冷掉哎。吃完那个抹茶冰淇淋，现在又走在这个大马路上回到现实，好热哦！我真的觉得不是来到小江户，我觉得是来到小夏威夷，超热的。下一站现在来到了这里附近的冰川神社。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，就是这个鱼钓鱼，这边可以钓鱼，然后它的那个每一个鱼的上面都是有不同的意义。这边还有，它那个鱼就是不同的颜色，就是可能祈求恋爱，或是健康，或是这一年平不平安这样。然后很特别是它可以用钓的。我也想要来钓鱼，他要先投300块日元，然后拿一根鱼竿。看我想钓哪一个，钓这个。
勾不到，有点难勾。好，勾到了，噔噔，钓到了，江江钓到鱼了。它这个上面还有那个铅哦，可以拿起来看。江江有看到吗？大吉，这边有写今年一年大吉，也太开心了吧！好热哦！我得从那个冰川神社赶回来哦，走超快的，然后晒大太阳这样。我听到，还有敲钟，敲超慢的，十几秒、二十几秒一下吧，是为了听这个敲钟，但超热的。穿越这里面它除了那个大马路之外，它有很多小巷子可以走，然后我就是小巷子就是乱走乱走，现在走进到一个叫日莲宗的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神社，我现在就站在它的这个外观这样拍摄，因为我这左前方呢是墓碑，这样隔着围墙看你就是看得出来都是墓碑。感觉是要来就是拜他们家，就是这边的祖先的家人进来才对，外人应该是不会自己进来的，因为现在看也没有什么人。
现在橙色也很厉害哦，你可以现场投5元日币，你也可以扫 QR code 捐钱，高科技进步。我现在看到这个后面有人在那个洗钱，我要来洗钱，变成有钱人。你看，他把钞票放在那个盆子里，然后这样子。那因为我不敢拿钞票，放5块钱，我穷人。让他洗多次一点，说不定功效跟放钞票是一样的。变成有钱人。现在我走到这个喜多院，这里几乎没有人。现在已经下午快5点了，哦，我要回家了。我的影片，今天来穿越的影片就到这里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一定要按下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